大家好，我叫百合君，今天给大家一起来学习地母翻卦掌。地母翻卦掌主要是用来看山的，在手掌上就可以定出哪些山好，哪些象好。这六个方面开始讲。纳甲，手掌位置、顺序、翻卦方法、作用、具体方法。八卦纳甲，乾纳乾甲，艮纳艮丙，坎纳癸申子辰，震纳庚亥卯未，这是山河木局，这是山河水局。离纳壬寅午戌，山河午火局。巽纳巽辛，坤纳坤乙，兑纳丁巳酉丑，山河金局。用点心就能记住。这些位置是不，这些那个纳甲是不会变的，位置也不会变的。手掌上的位置就是刚才讲的不会变，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记。我们的食指上面是离，下面是乾；中指上面是巽，下面是艮；无名指上面是坤，下面是坎；小指上面是兑，下面是震。怎么记呢？下面这一排属于阳，乾为老父亲，老父亲带着三个儿子，艮为少男嘛，坎为中男嘛，震为长男嘛。老父亲带着三个儿子在下边，然后上面呢，兑为少女，坤为老母，巽为我们的长女，离为中女。老母亲呢，带着我们三个女儿在上边。怎么个方法？以丁山癸相为例，丁翻来龙就从乾宫开始翻。你看丁是落在哪个位置啊？丁在这里是落的，它落的是什么？是在兑卦，对不对？兑卦就从兑卦的对面是乾开始起贪狼，乾为贪狼星，离为巨门星，艮为禄存星，巽为文曲星，坎为廉贞星，坤为武曲星，震为破军星，然后回来兑为辅弼星。翻卦的具体方法，如果卦是在两边，我们直接一上一下这样翻就很好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正方来龙，我们就从离开始翻，离翻开始起贪狼，离贪贪乾巨禄文廉武破釜，回来一上一下的翻。如果是在中间，中指和那个无名指这边来龙，就先翻完对宫，然后再从对面开始翻。举个例子，巽方来龙，我们就从坎开始翻；坤方来龙，就从艮开始翻；艮方来龙，就从坤开始翻；巽那个坎方来龙，就从巽开始翻。比如说，坎方来龙从巽开始翻，巽喜贪狼，贪巨这里艮方为巨，禄离方为禄，文坎方为文，然后过来文。过来从兑这样其实过来啊，兑文廉武破釜就过来，是这样的啊。大家用点心，口诀是中起中止，边起边止，上起下落，下起上落，就这两种方法。翻卦星位的顺序是贪巨禄文廉武破釜弼，贪狼星、巨门星、武曲星、禄存星，这四颗星是吉星，别的为凶星，对应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数字和我们的悬空九星、悬空飞星是一样的。作用，地母翻卦掌的作用是格龙逆向、收山出煞、阳宅风水的布局。举个例子，什么叫格龙定向呢？我们站在穴场，子方来龙，我们哪些象可以用，是这个意思。子方来龙，我们就要开始找
脂肪在什么位置？对，脂肪在这里，在坎宫。坎宫从坎宫的对面，巽宫开始起贪狼。这里看我鼠标，贪艮为巨，禄文过来，年午破釜。好，我们就翻完了。我这儿圈着的，用铅笔圈着的，巽宫、艮宫、坎宫、正宫都为吉星。对应的，我们再通过蜡甲这边来查，但是我们这个一定要熟记，哪些相可以用呢？这里可以用辅星、坎宫可以用，坎宫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在癸申子辰这方向可以用，正在跟亥卯未可以用，跟亥卯未可以用，巽宫巽星可以用，艮宫艮丙可以用。通过这边可以查，我把这里都写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。在实际操作中啊，逆向它也不是，它不会偏得很远，一般就这三个项。比如说我们子方来龙，我们就可以立壬三丙向、前三巽向、寅三申向这几个项。我以那个壬三丙向为例，子方来龙壬三丙向可用。这个逆向我们还要通过各种方法，这是其中一种啊，但是可以参考，而且准确度很高。子方来龙取壬三丙向，我这里也做了一张图，这里壬三丙向，壬也要查壬三丙向，壬是哪里的？壬生离，壬在离宫，对不对？壬在离宫，所以说我们找到离宫在这里，在这里从离的对宫开始翻。这次翻我们翻什么呢？就翻我们哪些杀好，哪些三好，哪些三旺，哪些人是这样的，叫断法。从离宫在这离人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人从他对宫开始翻，正开始翻，正宫起贪狼，贪狼对宫起巨门，坎宫起禄存，坤宫取文曲，艮宫取廉贞，巽宫取武曲，乾宫取破军，离宫取辅星，这样就完了。我也圈起来的，这圈起来的就是我们吉星，旁边我也画出来了。这些象我们通过二十四山来找，比如说丁象，对不对？丁巳酉丑这几个方向，这些都可以用啊，圈起来这些方向我都可以用。比如说丁象在这里，我们通过二十四山来找丁象，在这里，在离宫的丁象丁这个方向啊，如果有秀丽的山，比如说有秀丽的金银山，哎，那就很好，那就属于就我们就属于巨门山，哎，那就出富贵，主田园之财。贪狼星在正宫，他就发的什么？他发的是大儿子就很聪明，哎，发财发富贵。但这个九星的具体寓意啊，我这里立了一张表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我只立了四个星，一二六八为吉星，贪狼木星主智慧福禄，刚才讲了，主出文人，巨门属土，主田土之财。大家百度上可以查一下，武曲属金，五行的它属金呐、啊，它主那个当兵的呀，刀剑这些哈。肯定是很不错的。八为左辅右弼，指辅助他人得到不错的收益，也是很不错的心。好的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是百合君，希望大家多指正，谢谢，再见。